这些天你怎么都不来找我？我这几天晚上我睡不着，一直都在想你。真真，我对不起你。别这么说，其实在我心里你跟全天下的男人都不一样，真的，你是唯一一个对我好的人。你单纯善良，没有一点坏心眼。君君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不应该对你做那样的事情。你别说了，其实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知道你是个好男人，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，所以当你靠近我的时候我没有一点别的想法，我心里是高兴的。雷大哥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亲人，是我的爱人，你走到哪儿我就跟你跟到哪儿，好吗？真真，你别这样，放开，放开。雷大哥，你不喜欢我了是吗？可是那天晚上你对我那么温柔，那么体贴。真真，我现在脑子很乱，我也不知道跟你说什么，你先让我冷静冷静。好，我等你，无论到什么时候，哪怕是一辈子，我都等你。对不起，之前是我误会你，楚静已经跟我说了，你已经打了结婚申请。之前是我太冲动了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小妹。我们结束吧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这把刀是你送给我的，你说这代表了你的荣誉，你把你的荣誉送给我，可现在你却说我们结束了。是，我们结束了。这把刀所代表的荣誉也一去不复返。你的意思，我们的感情也一去不复返了？是。黑鹏，你混蛋！已经确定了。那个女的抓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不抓？这不是你应该问的问题。你应该很清楚，那个真真只是一个棋子而已，我们需要破获的是他们背后的潜伏网。冰子，
看在战友一场的份上，我求你立即行动，马上抓捕那个女的。斌子，你知道吗？如果现在抓捕她还来得及，如果现在把她抓了，雷鹏最多也就是作风问题，可如果继续让她走下去，斌子，我求你了，马上阻止他！你为什么不阻拦他？这是我们的工作，他可以悬崖勒马的，他可以。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，你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吗？你忍心吗？小天明同志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这是我们的工作。如果雷鹏是一个陌生人，你也会这样对待工作吗？我们不是六亲不认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。不要跟我。雷鹏已经回房间了，你这没问题吧？
谁？雷副科长。雷副科长，你许闲呢？贾思敏第四号文件你到底弄不弄？你要不动把钥匙给我，我自己去。光靠一个人的钥匙不行，必须得从保管员那两把钥匙配合在一起才能打开。你少，你少给我找理由！我告诉你，我早就已经安排好了。只要你去，崔月娥那边立马拿着钥匙跟你一块去开门。我不去。雷副科长，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吗？你好好想一想，只要十分钟，我就还你一辈子清净，好不好？啊？你别急嘛，再等等。雷子已经陷进去了。我等不了了，我也不想等了。今天晚上，今天晚上我必须拿到手，告诉你，要不然。怎么没有声音了？要不要去看看？再等等。杀了他。他那么久不出去，我就知道你杀了他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谁？你跟他什么关系？他不过是我手上的一条狗。就算你不杀他，任务完成之后，我也会亲手杀他。你不是纺织厂女工珍珍吗？我当然不是什么珍珍，我是 K3的上尉谍报员，我的代号叫白鹿。你也是狗特务？你想干什么？想把我拉下水？对，把你拉下水，你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跟我合作。狗特务，我杀了一条狗，我就不会害怕多杀第二条。我既然能猜着你杀小钱，我不会没有准备就来的。我的同伴海鸥早已做好准备，我一旦死了，你的事情就会昭告天下的。高特，我是不会被你拉下水的。别忘了，你是有未婚妻的人，你还是个军人。如果他们知道你跟一个特务干出那种事，他们会怎么看？你的妻子、你的同事、你的领导、你的朋友，他们都会抛弃你的。到时候，你将变得一无所有。不管怎么样，宁可死，也不会叛变军队。在你躺在我床上的那一刻，你已经背叛军队了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的未婚妻、你的父母、你的领导、你的朋友，
们知道你和我的事儿，他们会怎么看？他们会觉得你雷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。你混蛋！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提醒你，就算你死了，你也洗脱不了叛徒的罪名。没有办法逃脱的，你也逃脱不了，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跟整个谍报机关去较量的。雷大哥，我也不是让你去做什么杀人放火的事儿，我无非就是想要个情报，你只要给我拿到了走，我以后再也不会来麻烦你。别后悔。当然，如果你要想找我的话，我也不介意。别碰我！小钱已经死了，你们的基地会更加严厉防范的。一天之内，你必须拿到情报。你所剩的时间不多了，情报的交接方式和地址我会再通知你的。在这之前，不要来找我。如果你还想保住一个军人的荣誉的话，你最好乖乖地听我的，否则你就会像条狗一样的死去。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也要受。如果可以阻止他，我们早就这么做了。他刚刚杀了人，我担心他会伤害自己。冷静，我们现在都需要冷静。下一步他会怎么办？我相信，我相信雷子会有他自己的方式。杀了小钱，反正我也没有准备留着他，这样倒好，省得我亲自动手了。可东西还没到手啊，那个小钱翠娥那边怎么办啊？早就安排好了，你去跟他接头。
监控雷鹏的情况，我去向冯局长汇报。不用，我自己会去。喂，你好。李月。雷鹏来电话了，你想清楚怎么回答他了吗？现在还来得及。喂，雷子，什么事儿？你现在方便吗？啊，我方便，你说。我有话想对你说。我想见。好，你等着我，我马上过来。雷鹏要见我，要我陪你去吗？不用。暂时不要跟夏天明说。我突然真正的理解，冯局长为什么不愿意我从事这个工作。你可能目睹很多悲剧的发生，却什么都不能做，不能阻止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，静待后果严重到需要你出手的一瞬间。你内心深处隐藏着很多痛楚，却不能对任何人提及，因为很简单的原因，保密。你工作的一切都是秘密，这种秘密不能跟任何人分享，甚至是你的亲人。雷子，有什么想说的，现在可以跟我说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你们之前就已经知道了。
田小梅。这是我的真心话。四哥，我是不是也一样的求不到你？田小梅同志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啊，刚好路过，看到你从纺织女工那儿出来，就跟过来了。对了，你怎么会去找他呢？我想知道他跟雷鹏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没想到，他们真的在一起了。一定是他跟你讲的吧？你怎么会知道的？如果是他跟你说的，就不要相信他。为什么？我现在不方便跟你说太多。不过，雷鹏什么时候才能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呢？我相信很快了。听你说了这些，我心里踏实多了。谢谢你。没关系，快回家吧，路上小心。哎呀，小梅啊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、啊？你姨妈不放心，现在还在外边找你呢。我去找那个女人了。你见着她了？嗯。她没把你怎么样吧？她能把我怎么样？我跟您说，嗯，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了。哎，你一会儿心事重重，一会儿信心百倍，小梅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哎呀，跟您说不清楚。不过，我相信她说的话。她是谁啊？嗯，雷鹏的一个战友楚同志。楚同志，
林长，我对你刚才在会上提出的方案是保留意见。什么？一定要这么做吗？建明，我们只有将计就计，利用雷鹏的这次交易引出海鸥，雷泽将来才有将功补过的机会。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冯局已经批准了这个方案。天明，跟你说实话，我心里也非常不好受，可是这是我们的责任呢。我记得曾经有人说过，忠诚的极致就是无情，我们必须学会面对现实。我还是觉得太残酷了。天明，如果这次能抓住海鸥，雷子也算是立了一功。我相信他将来会理解我们的。你不能去。我一定要去。你好好想想，像雷鹏那样把军队看得比命还重要的人会听你摆布吗？如果他已经向中共坦白了呢？我考虑过，但是中共迟迟没有动手，这说明他们想牵出我背后这张网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整个行动都是由我一个人指挥，从头到尾你都没有出现过，所以这件事情根本不会牵扯到你。中共在请君入瓮，而你想将计就计，如果他们提供的只是一文不值的假情报呢？你的牺牲有意义吗？不会，他们想要牵出我背后这张网，所下的鱼饵分量就不会轻。假情报太容易被看穿，我一旦发现情报是假的，他们之前所做的一切就前功尽弃，所以情报一定会是真的。更何况他们自认为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只等着瓮中捉鳖，在精神上他们已经麻痹了，所以这是我赌的唯一机会。这种赌太危险，那是个火坑。就算是火坑，我也一定要去，我必须完成任务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非要这么做？因为你。我们只有拿到老爹想要的东西，你才能够回到 K3， 这是你回到 K3 唯一的途径。失去你为代价，让我重回 K3。